是这样，对啊，就是还是你要试。恭喜你已经，我自己自己的帽子，自己的帽子自己撕，自己的帽子自己撕。店长他说没有任何舌头，然后店长想走，绝对不打折，对，是吗？哎，店长，店长，哦，然后他好可爱哦，他其实刚刚一直是很塞奶，他真的很乖，很乖，嗯，然后他很亲切。刚刚也是我们陌生人，他都还蛮亲切的，因为他其实是好的。你现在你都是骑跑车多还是应该街车吧？街车多。如果你骑街车多的话，事实上比较多人骑街车会在 NFJ， 就是这一排的部分。嗯，对，就是随便拿一点，就是大概是这个样式。嗯，对。那如果你会想要全罩的话，因为像大哥讲的，就是全罩真的会比较安全，那可能你就要挑。现在的 NF 啊，或者是像最近出的 TTC 的部分，嗯，对。那如果要再好一点的，像 Alive Show AGP 的话，就都要另外订。都要另外订，嗯，那它会有其他的款式、样式、颜色。款式的部分可以在我们网络上看。哦。对对，不过就是我们就会像 Alive Show 或者是 AGP 这种，我们都比较少会有限制。了解。嗯。哦。对，然后其实我觉得主要是看你的。用途就是你在路上会不会想要骑，路上就是例如说你今天骑小孩车，你也会想要戴好一点安全帽，还是你全部都骑重车？对，那我们觉得你可以挑挑看这个，然后要不然的话就变成全罩的部分，嗯，这个或者是前面这一款，行，前面这一款，那它会比较轻一点点啊，好，没关系，它会比较轻一点点。因为它里面有塞东西，对，其实而且两点重量其实是差不多啦，嗯，对。我先让你戴戴看四分之三的，好啊，好吧，因为它戴起来其实也是会有全罩的感觉，它其实蛮包的。那个上面的，就是因为我主要是装的部分，对，所以你说，所以你要再往前面戴一点点，等一下。差不多，这样可以。就是如果没有冒泡的话，应该要再往下压一点。OK， 是因为有冒泡。嗯，这样，这样，你帮我拔起来。对对，差不多。这样，差不多。Okay. 对。你会觉得太松吗？应该是。可能就是到时候后面要把点、欸、有一点点、啊，后面后面。后面松这一点点是正常的，因为我们的头。它是这样的一个弧度，嗯，所以呢，你后面会有点空，到时候会帮你垫出来一点。你说后面这边会垫？对，会帮你垫出来一点。OK， 那两颊这个地方，对，两颊，你有觉得夹了的感觉吗？嗯，紧吗？你帮我头往上抬，这样，你帮我看一下。S 的也可以，我觉得 S 的会比较好。S 的还蛮 OK 的。对 ，S 的。它会比较硬一点点，因为它有一个卡榫在这里。它卡榫在哪里？在这里。可是就是你不用动它，你就是你现在就直接掀开就好了。掀开。对。哦，好紧。对，它并不会卡在那边。OK。因为它没有那个 lock 可以让你锁。嗯。可是基本上你在骑快速道路的时候，就是比较安全。嗯，还蛮包覆的。嗯，就会戴起来比较像全罩的感觉，对，比较不会像一般我们在四人车上空空的。所以这样我就是太宽，太松啊，就到时候这边再帮你调，再塞更紧一点就好了。对，蛮方便的，这个车宽。对，好的。嗯，那当然有的人会想要双机扣，可是双机扣跟齐牌扣的，第一就是通勤，然后跟比赛这种东西是完全分开的，完全分开。所以他拿的时候，你也是这样拿，这样对，好，然后往上抽，
样。对。哦，天哪！戴安全帽就是。它是这样子，是没错。要绑马尾啊。是。内膜片就是它戴上去之后，你如果太阳太大可以拉下来。没错。然后现在这边孔子，对，这里四分之三这边有一个扣卡，是这一顶有吗？有。有，它有一个扣卡。它就是防止说，镜片掀开来，万一有撞击还是什么情况，它镜片会保持在原位。嗯。对，而且现在镜片做的比较长。嗯。到下巴。一般都会到下巴。对。对啊。嗯，跟以前那种差蛮多的。四分之三的颜色喜欢吗？很好看，这一顶是还蛮好看，这蛮可爱的。这一顶也有出犬种，犬，我没有认真看它。它是什么狗？犬吗？对啊。这里我只能说犬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狗。这里其实它有出犬种，只是现在缺货。你之后如果有想要升级犬种，你又很喜欢这个花色，你可以考虑直接选择它的犬种，因为像这个也是一对。一对的、哦、四分之三跟全罩，四分之三跟全罩的、哦，对，就会也是一样的花色。嗯，对。就是今天我想要租街色，我就带它去全罩；租跑车，我就在全罩之前。对，不一样的功能性。难怪你的帽子那么多。对啊，骑久了就好。我帽子都是竞赛的，比较多都是在比赛的。了解。好哦，谢谢你的讲解。那你应该是这个。S， 这个 S， 所以这个颜色你喜欢，然后戴起来也 OK。这颜色我觉得它戴起来刚蛮白的，看起来很白。我从后面，从后面看蛮帅的，就是好看的。对啊，是好看的。为什么不是说人漂亮，是说帽子蛮帅的？没关系啦，我们是这样子的。对啊。哎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一顶的话，它售价是多少？它的售价是2900。2900。嗯。然后内衬之后都可以换，你说直接换内衬也可以拆下来洗、啊，对，或是直接给你们做更换。他们这边我建议说大概内衬多久换？我自己是两组内衬，两组内衬做备粉就一定会都会沾到，嗯，然后就平常的交替会带帽套的状况下，这样交替的两组，例如说我今天跟明天都要，可是我就是不想要让脸干掉、嗯、，OK， 那我就两组交替。我们有女生是买。两三组回家，然后把这个脏的拆下来，我就换新的。它自行拆装是还蛮方便的。很方便。它只是扣子而已。它拆的部分啊，是扣子粘嘛、啊，然后这里里面有卡榫，嗯，用塞的。往内塞。对，往内塞。想说我如果拆了，待会又要。装回去，对，没关系，示意一下就好。OK 的，你 OK 的，我 OK 的。对，然后心理 OS 确定是这样吗？对啊，OK， 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没有口是心非。没有，好，这样 OK。对，它就是里面的两个，两个防水。哦，看到，就这样子的。对。正常洗，正常晾干。一般来讲，我会建议手洗。手洗，对，用捏的。手洗就是你用什么东西洗头，你就用什么东西洗它，什么东西洗头就用什么东西洗它。中性的、啊。对，这个是拆下来洗的东西是这样。那如果你是懒得拆下来洗的状况，那就是可以用专门清安全帽。你们不是也有卖那种清洁剂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有卖清洁剂，这样扣子，就这样拆，一路拆。其实很快啦，很复杂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其实它就是几个扣子。OK， 所以就三片，最主要就这三片。对，三片式的，就这三个。对，然后这个是耳机孔。耳机孔。就是你之后要装耳机，可以，对。是的。这样子。两边。哦，它有预留耳机孔，就是对对对对，这里。很方便。直接拿。哎，对啊对啊。以前的安全帽没有预留耳机孔啊，嗯、你随便粘有没有？有时候都会一拉，耳机一起掉下来。没关系，我想说，那再把它装回去。没关系，因为它会装的。给它装是。没事，就放。好。这跟那个 Uniqlo 试穿衣服不是一样。试穿的概念，试用的概念。有没有那个牌子？就全部都给你就好。对。安全帽清洁组，我好像真的没洗组。安全帽清洁组的部分就是如果。
之后是自己在家清洁的。你眼镜前后都可以喷，因为它是防雾的，然后镜片里面跟外面都可以喷。对。然后这一罐一般来说，你如果天天骑车，我们有车友自己试过，大概一个月，天天， okay. 每天都在外面使用。对，因为它本来就不需要那么多的量，所以它是出小罐。然后这个是清洁镜片的，对，是这两点我的。你说这两点是不是？这两点我的。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前面还有战损榜。对，然后我的。你要不要直接说哪一点不是你的？对。我觉得他的内衬比 M 叉叉还不错。比较就不要把名字讲出来。对，某某叉叉。当然有印尼字。它是印尼字。印尼字嘛。对，它是印尼的品牌。印尼的品牌，对啊。对。花瓶子是，对，我觉得它的内衬真的有差，很久没有摸，现在就是蛮舒适，那蛮舒适的，不刮脸，嗯，对啊，它是不刮脸的材质，因为有些的材质它是会偏硬一点、粗糙一点，所以你在戴的过程中，你去摩擦脸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不舒服，对，对，平衡用，平衡端子啊，对，然后握把之类的，把套啊，对啊。还有，终于买到心仪的安全帽。这个就是他刚刚给你介绍那个安全帽外观清洁组，对，外观啊，当然它还有车辆的，还有那个链条油，对。然后重点来了，这个是工具箱。工具箱。对啊，洗车工具箱，对，洗车专用的工具箱，它就是它的产品也可以放在里面，小到海绵，大到清洁剂都有。对，啊，百宝箱，对，超方便的，好酷哦，重点它这个，而且重点是它的盒子我好喜欢的，对，它颜色对不对？女生看到这个就是，对啊，超漂亮的，对不对？失心疯，真的很想带一个回去，手离开，它已经躺着。他脑子好啊，翻肚了！翻肚了！是这样的呀，还是你要试？恭喜你已经我自己的帽子，自己的帽子自己撕，自己的帽子自己撕，自己撕，还是轻轻撕起来就可以了。对，它不会有。对，它就是一个薄膜而已。这好像那个，你知道褐橙胶，然后跟那个剪彩，对我刚刚讲剪彩而已。那你要 catch 这个画面是不是？对，好吧。那其实是防止他们展示的时候去刮伤帽子，对啊，对。如果啊，有人摔车倒在地上晕倒的话，要脱掉安全帽。这个时候看到这个，它有两条红线，对不对？就来，你来拉。把它单边往这边拉出来，真的吗？对，用力拉，不是往那边拉，往下拉，就往这边拉。这样，对，就拉，拉，直接拉掉，直接拉，拉到底。你真的要拉掉？对，拉掉，对，就这样子。对，好 ，OK。好，你看，就整个下来了。那这个时候，救护人员就可以把他帽体拿掉。OK。两边都可以拉，啊，所以这个他的内衬其实很好装的，对吧？所以要给我一点时间，自己装。对，装上去还是要几秒钟。哦，几秒钟是。对，所以这个是一种安全装置。